个是那个是七点零。这样转过去没问题吗？我这里有。P.S.U.85。这里，这里 ，I2，哎，他打穿我，他是因为角度啊，没有，他打炮塔，好吧 ，OK， 帮你 revenge， 哦，他打不穿我，太嚣张了，下注一点好了。哇，你们那里太多人了。哎，这里有人。ice。震惊栏杆哎！我的炮被栏杆挡下来是什么意思？不过他没有看到我哎，是酷哦！这只人好香啊、哦！哈哈。我往 B 点走了。哦，转弯。I2 后面还有。哦，还好。那个 T34。还是而已，那三倍，不是三倍，确实 ，true。话说，因为我刚是侧着对他，超怕被他打到。想让我停下，这里停停，我后面有豹子，这里。哦，好，王爷认真。哎、欸，他被打碎了。好、哦，那里有2A3M。Hello。哦，攀星超攀，超攀的炮坏，哦 ，M 四一，我完了完了。只是他绕到我侧面了，只是德国 M 四一，完了，我完了 ，nice。
还有吗？没了。啊，消耗酒。操盘。操盘刚被炸掉了。他外面就是你了。那个不知道，对，我不知道去打谁。有吗？好像还没，刚没看到。哇！哦，哎，三弟怎么打死你的？爆爆弹吧，爆爆出去。你那个可以被草压哦。啊，引擎那边就可以。我以为他是那种最不用担心的车子。在右边哦，你出来的。我找我看。我还在装点，他被打出来。我看，我有点五零也没了。快死！如果是正面，他可能 overcook 之类的，但一直没有办法。一点重。在。哎，这，左边好像有人。左前左侧有，在前面，有。东西也是很软，一点的东西还在，还在。跟着有一些 push， 这个点，我不是人。你下烟走掉了吗？刚刚可以。谁下烟？刚刚你是打那个3.02的时候 ，B 点都低。好。砸了天！怪你们搬太快了，他没有点数啊！哼，啊，也是，跑的比较慢，那些补给的血。就是配发。配发吗？那就完蛋了。那就完了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，5000磅而已，问题不大。好，早点把他打醒下来嘛，真是的。那如果早点把他打下来，我再回到 A 点，搞不好可以拿核弹。一路杀回来的，那也是没有办法。我感觉已经好久没有突破了。种蘑菇，没错，静鸦乡的蘑菇开花了。你为什么要自己人炸自己人？我疯了！不要急，如果等下对面遇到一样是 I 六，我要怎么打 ？I 六不要打那个吗？炮塔正面的哪一边啊？右边。右边。左边吗？只有你如果对面来看的话是右边。两个地方，两个地方。对啊，那边比较平。
先把 A 点给占了。两秒没分数了，真是吧？有人？最可怜的还是一二八，分数没拿到还要被五点绑架。哼，这里有一台车。我看看。不是吧？是四号。阿龙，可怜呐、啊。军法。想当四号看到 S 六了。四号变四六。都有，走外面一点，看能不能装死。哦，真的防守什么鬼？防守什么鬼？防守什么鬼？好。哦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哎，我不知道。这是队友。等一下，前面有一个布拉格。布拉格。那个什么三，我忘记那个数字是什么。就是那个防空车新上哎、欸，这个版本新的那个防空车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苏联。应该说捷克。你刚说什么？苏联。刚刚不是有个队友自己发那个无线电什么防守无线。有看到 A 点在被占了，又要回去了。我才刚从 A 点走过，火王被打停，你的家伙二的我看
在这里。哎，好像是 ice 突袭。果然是S85，哎，S突袭了，没事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二突。架飞机，飞机。